谁知道如果遇到真的喜欢的人，也有可能会翻云覆雨也说不定。就算你精心培养的300天的爱结束了也没关系，因为可以感受到爱的会是一瞬间。不管大人小孩，只要穿裙子你都有兴趣啊，这手都要凑上嘴巴。海秀不是你这种家伙可以觊觎的那种女人，我要跟她长长久久，你能怎么样？要跟她很久很久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 Love More 爱恋魔法，没关系是爱情啊。